쉽지 않으셨겠어요. 한국 여기까지. 就是见到人的时候很没有自信心。 父母和朋友都说，但是我真的讨厌我的脸。在学校也经常被同学说长得不好，去哪里都是一个人，所以性格很内向，害怕和别人一起。 사실은 미간부가 좀 낮으니까 왼쪽 광대, 오른쪽 광대 또 쌍꺼풀보다는 人就一辈子我想更自信更漂亮的活着 你觉得怎么样呢? 现在别人看我的感觉视线也都不太一样了 对我的变化其实还是蛮大的。现在开始想多交些朋友了，想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很多事情都想再挑战一下。人就一辈子，准备自信快乐的活着。